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中环街头华侨永亨银行门口，门口工作人员呢正在维修呢。中环街头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车啊，大家出街呢都是很自觉的戴口罩的啊，大家的素质都不错啊。中环的街头各种各样的豪车，这里也是，这里是皇后大道上啊，还是一条街，直走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